哟，顾主厨来晚了，是在后厨烧菜吗？不好意思啊。顾主厨今天是我们的客人，我们请顾主厨来吃饭，坐这儿。哎，上来。坐在主位。位置给你留好了，坐这儿吧。好，坐。坐这儿。我坐那儿吧，你们好聊事儿。盛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啊，陆军跟我说吃了便饭，不知道这么多人。子谦，我看了一下财务报表，好像这两个月的盈利比往年同期都要增长了不少啊。啊，是，我市又到了旅游季，入住率提高了很多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更换了新的主厨，在菜品上获得很多 APP 的赞赏，所以餐饮部分的收入也提高了。看来有顾主厨的功劳。没有没有，我就做做饭而已。你太客气了，你的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。虽然之前有一些小的风波，但我们郑董还是赏罚分明的，该惩罚的惩罚，该表扬的也不会吝啬表扬，所以今天就特意请你来了。那你是不是应该敬我们郑董一杯？哦，是是。郑董，之前的事儿就都过去了，现在都风平浪静了，我在这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每天都很开心。您随意就好。在顾主厨身上让我看到了年轻人蓬勃的朝气和棱角，我喜欢这样的个性。不过作为行政主厨，身上的管理职责更为重要，如果你只是做菜业务突出，大可成为一名普通厨师。所以在这个岗位上，谨言慎行，爱惜自己的羽毛，更能赢得大家对你的尊重啊。盛楠，坐下，别站着。顾主厨啊，郑董啊，这两天身体不是很舒服，这杯我替他喝。你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哎呀，李总真是好酒量啊。来，你来到这儿展示一下。来呀。好，可以。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吧。但是我铁板烧这是第一次试试看吧，所以大家就稍微将就一下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弄脏衣服了该。把你那围裙解下来，给他系上。谢谢。未来的合作是共赢的事业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是成熟而值得信赖的。也希望大家能拿出自己的专业水平，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的，好的，合作愉快。哎，这个牛肉是不是好了？顾主厨，麻烦您帮我们大家分一下好吗？不需要分了。林曼，你不是也在法国蓝带进修过吗？露一手。来。什么样的身份做什么样的事，李总的身份不合适。什么？李总的身份不合适做这种事。哦，明白了。我也很热爱厨艺，我给大家露一手。我来，我来，给我。一起，好久没做菜了，想吃几成熟的。
还想吃什么呀？肉想怎么分啊？盛楠，余师傅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是你。是你联合陆晋还有程子谦来一起耍我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你没事吧？等我一下。陆晋，还有你。去医院去。我没事儿，我带你回家。为什么不躲呀？刚刚你这样很危险的，会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不想看着你受伤。我不值得你为我受伤的。你值得。我不值得你保护我。你值得。因为我爱上你。I don't know how you can take it, but I keep on